哎，豆芽哥，听说北山公园那边新盖一个厂子，晚上咱俩见识见识呗。小张，我便宜啊，这饭你请啊。我来。大嫂子，豆芽哥，坐东，这场我来。你那么能耐，都请了得了，你给我也买了得了。我来。哎，你瞅啥呀？啊？说啥呢？没说你。哎，你。那长得挺好看啊，嗯，像不像土豆？开玩笑，哥，我说你像土豆，哎，说谁呢？哥，开玩笑，哎，干啥呀？酒蒙子，犯不上，坐，酒蒙子，犯不上。不用，这性格这么好吗？对啊，你是不知道我谁？啊？你谁呀？你不认识我吗？跟我开玩笑，我都认出你了，你忘了我了？你谁呀？哎，你瞅你那记性，那会儿，你我还有咱大哥，咱仨拜把子来着吗？你看这脑子，那会儿我仨拜把子，好哥们儿嘛。他这是一冲动，一脑袋撞厕所上了，给脑袋撞坏了。后来我仨凑钱给他送医院去了。医院好个治啊，那兽医也打不明白针，我记得没救过来呀。你咋的？我那会儿还跟你哭来着呢。你爸爸傻呢？金飞，我们是市局的。要不我直接踹门吧。等真北从圣城回来再说吧。等他回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金飞，没事吧？妈妈贼烫，发烧了咋还开着窗户呀？吸毒的症状之一，身体燥热。金飞，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和我们去戒毒，有专业的医生能帮助你。我不想被关起来。戒毒所不是监狱，是。
迎光临。哎，鹏哥，哎呀，咋这么客气呢？啊，还亲自迎接呀？哎，嘛呢？小马哥有规矩啊，不见闲杂人等。对对对对对，有规矩是对的。到车里头。是。走吧。不好意思，林老板。检查一下。哦，没完了啊。来来来来来。嗯。走，差不多了吧。哎呀，大嫂啊。你在我那儿多好啊，边吃边聊，还有疙瘩汤喝，对吧？还是在这儿你说。还有，小马哥人呢？他传的局儿，他不来，啥意思啊？下马威啊？你要不愿意等，现在就可以走啊。小马哥，江小海曾经在湛州因恶意伤人入狱，打的呢是梁家驹他爸，所以这俩人早在90年就认识了。这太邪乎了，一南一北离几千公里，这江小海跑湛州干啥去？就这么巧打的是梁家驹他爸，这俩人啥情况？这不是重点啊。问题是江小海重伤了梁家驹他爸，他俩还能在一起贩毒，那看起来关系还不错。他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还是得等人抓回来审问之后才知道。贩毒集团的人员组成已经全部掌握，昨天的行动也完成得很好，所有枪支弹药尽数收缴，犯罪分子少一把枪，少一发子弹，咱们的同志在抓捕中就能少一分危险。雪天使集团大量购买武器，应该是为了下一次走读做准备。盯好他们，不能有一丝纰漏。是。那批枪被缴了，警方会认为我们手上火力不足。这样也好，咱们的存货还凑合，只是别把事情搞大了就行。咱们现在是明牌了，你觉得郑北手里的牌能赢吗？不好说，但是看上去牌面不是特好。你看他现在迟迟没有行动，说明他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，还在等，还在查。下批货定在10月19号，照常走的话，很可能会正中警方的下怀，被他们瓮中捉鳖。但如果就这么取消了，咱们之前投入大量成本就会打水漂，那损失就大了。郑北盯上的事儿，他不会轻易撒手的。